刘翔，你把他给我叫出来！这送卖人命，这就是你看我这头型，看我这汗，给我弄的。我倒是觉得，这个工作挺适合你的。什么挺适合我？你这准备护短了是不是？啊，就准备欺负我一个人了是不是？不不不，我只是单纯的幸灾乐祸。我已经就上辈子欠你们兄妹俩了，才在这受这份罪。 哎，我正好有事问你。啥事儿啊？我现在不能给丁丁做检查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不敢看呐。啊！啊，好。穿衣服。啊？把衣服穿上，出来。 恭喜你，兄弟，在你的认知里，那终于是发现有女人这种生物存在了，是不是？女人？哎，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吗？那我不会，咱是专业的，在我眼里，那都是器官，都是器官。嗯。